流量轴十八日为自己创办的剧本平台举办发布会，现场超级多好友现身力挺，就连点点宝宝都来帮爸爸站台，瞬间让整个记者会都可爱起来啦。然后再来是一星桌的亮堂。小乔，他会盯着他看，他就一直盯着他妈妈，这样一直看，讲话，然后就听他一直听他讲话，这样很神奇。时不时就是会觉得他头很像奇异果，然后一直闻这样子，很香。他一打哈欠的时候，我就会把我的鼻子伸到嘴巴里面，然后闻他的奶气，这样真的很香。有小孩的都可以试试看。伸到他嘴巴那边啊，大概就是他一张开那刹那就闻一下哦。奶香味这样子。其实一说到一件事实，就是我们全家都觉得他眼睛很点，专心看他眼睛的时候，你就会不想离开他。对。然后觉得那如果以后国小啊、幼稚园啊、国中啊、高中、大学啊，看男生那八个男生不就盯上他，不就蛮恐怖的吗？就不行。希望以后放电可以放，可以控制啦，可以不要这样乱放电。所以现在是担心说以后。我们全家幼稚园就开始担心，就觉得他幼稚园就会交男朋友，真的不行啊！什么男女生牵手过马路，十八岁就可以了。再说了，对啊，现在也会开车啦，就是他上下课我都可以接受。哎呦，我没摸人。往左边看一下哦，左边的摄影机哦。姐姐，我应该看不了你。怎么在哭哭？怎么了？没事哦，好。没事，很少哭了。他好乖，真的很乖，是吧？每天都在练习，所以就是他的，就是他以后声音，以后声音也很好听啊。他现在几公斤？快九公斤。你都很清楚哎。来，我们要不要坐好？看，可能真的有妹妹就够了，不需要女朋友。坐啊。连朋友都不需要，只需要我妹就好。太开心了，让记者分心，对不对？记者姐姐们都分心。